接下来看是嘉义市春天限定的主题市集黄花风市集，伫咧二号在光辉桥北江溪畔的体红顶场，现场安排着乐团来演出，后面将一边看花一边听歌，感受春天的浪漫。这些市集有小龙首创，阁有十岁一搭未来百搭，吸引侪侪的民众来找宝。今年嘛，正式着打造市集，有真侪民众拢早着出来带二手物品来百搭，为家己的荷包来拼经济。现场人气满满。高飞桥边北江溪和台湾沿将近一公里的黄金枫林木进入三月之后陆续开花，刚一起进户归为黄花枫市集在二和浪漫顶场。活动现场有小龙、秋虫、十花，阁有轻食的单位，有真侪小龙的品牌含在地文创商品，吸引民众来遮揣宝。今年市集金特别归为着家造市场，真侪市民参加家造市场摆摊卖物件，扎着出来的二手宝物来交。大家伫咧悠扬的音乐声当中，做会收获听音乐新奇迹。主办单位今年个特别设计黄花 dress code 大摸彩，收获民众只要穿着黄色的衫裤，地当骑着摸彩更一张，奖品真丰富。想要感受春天伫咧黄金枫林木下卡听音乐新奇迹的浪漫氛围，民众可以当把握三月初三，阁有三月初九、初十的时间。来嘉义巡回，最新新闻就顶上王小山嘉义市彩虹报道。